尼天人的，大家好，我是玛尼天开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夏南达大师呢，是新都教神湿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今天呢是 Ganesha Chaturthi，象神的诞辰的日子，是我们新都教呢非常喜悦的一个节日。因为呢，象神呢它本身就是吉祥和喜悦的化身，就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喜悦，就是无条件的喜悦。不管你看到它，还是供奉它，还是听它的。所有的这些神迹呢，都是充满着喜悦和快乐和欢笑声的。所以呢，供奉象神呢，是能够给我们万事的开始的吉祥的这样的一尊神。他呢，也是我们新都教的第一尊神。这样，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今天呢，大师在开示中呢，也借着象神的吉祥呢，宣布了我们喀拉萨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储蓄银行以及货币。所以呢，大师在开示中呢，非常隆重的推出了我们所有的货币 Kailashian dollars， 就是我们的喀拉萨元呢，它的这个现实的样子，就是它的价值还有它的重量。所有的 Kailashian dollars， 他们呢都这些 Kailashian 元呢，他们都是按照新都教的重量的计量方法。比如说一个 dollar 一元呢是 11.6 左右的这样gram， 就是克的黄金这样。然后呢，大师还介绍了就是更多的这种币种。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信息呢都在脸书上发布了，在大师的官方脸书，也在我们的华人的中文官方脸书的页面有发布。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呢尽力尽快的发布在所有的我们尼西亚南达华语的中文华语的这个平台上。所以呢，希望所有同修都去关注这个令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有历史性时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公布。也就是说呢，在地球上的唯一的新都教的这个国度呢，喀拉萨，它的终于可以说是开张大吉啊！我是就用这个词汇来形容这个储蓄银行它的这些政策以及货币的这些揭示呢，对我们不管是新都教还是整个人类的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以及喜悦的一个发生，也借着象神的吉祥，也同时呢祝贺所有的人在今天呢得到象神的祝福，然后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停地和象神连接，显化吉祥，显化快乐。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Nithyananda》。